只有傻瓜才会为大事献身。你的愚忠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 靠不死你，小组已经打78了。不要妨碍我。这把我带的被摇摆之后，拿两个人都可以的符文。关键是我们为什么会选个卡萨丁上？无处可藏。 我之所以会这么带，也是因为这个卡萨丁，因为对面如果真的是永恩中路，他也会因为他选卡萨丁打吸血鬼，把永恩搞到上路去。具体他们换不换，我真不知道，只能这样了。拜拜。 Q 闪 A， 让他 W 减掉自己的血量，直接瞬间爆炸，出手要快，下手要狠。他的 W 减少自己的血量也在我们的计划之中，前提是我们的 Q 闪要快，不能被他堵。瞬间爆炸，大师局轻松取胜。Game over， 拜拜。 从不妥协。哎，你磨刀出一下。这波我建议能打字的直接扣不了，好吧？这波不拉满，哈哈。 杀了他一次，后面就不用着急杀了。两次单杀的机会，一次是你召唤师双招，另一次就是你的五级神六级。除此之外，不要想着杀他，基本没机会。有机会也是因为他打野来了，他卖破绽有可能。无处可藏。 抓紧换了我。我亏吗？好像是交闪才换掉的。假装现在我没蓝。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速战速决吧！算了，他太怂了，感觉。
前面杀他那一次现在压力有点大，这个没蓝没血太笨了。只有傻瓜，他如果上了我们这波杀完小兵正好升级 QRA 的蓝就有了一套技能，没有计算的。还是有个信息会比较好记，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机器人有点慢了呀，哥。但先锋还没死，无处可藏，暂时不要紧。好吃都不要。刀尖之上。机器人还是有点极端了。哇，回这么多、啊、我还想着我的点燃可以 点他的治疗，回的好像三四百滴血，那点着没有意义，算了。闭吧闭吧，有可能是他先回了血我再捡，因为他 W 起来我才放了点，而他 W 起来我第一时间我打不到他，他先打了我，他先吸完血然后再点燃，可能是毕竟遁地起来优先权在他，打不到傻瓜。翻墙就不能直接下来吧，哥？怎么空中度过的时间这么久？车都没了，还在这儿。哇，上路压力有点大，压了50刀了。真打还是假打？又是一具阴沟里的尸体。拿个毒中就行，压力很大，喊他爹，好像救不了他。
走于刀尖之上。跟谁操作？帮我打电话问问对面永温在跟谁作对啊？你知不知道什么叫邪无邪？主播把邪的钱都拿来买攻击力了啊！你跟我搜了，不过还剩在了一点小小的走位，他的 Q 我全躲。这把刀是我的最爱。Has been slain. Rampage. 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献身。走远一点。Unstoppable. 躲在有针眼的位置，这样安全。老干没有鞋子，现在出个幽梦，这个幽梦就是我们的鞋子。你的出装，前面的出装，后面的出装都是有一个连贯性的，都是伏笔。我没鞋子，但我门前买这个幽梦，这幽梦就是我的鞋子。话说我怎么就换来上路了呢，兄弟？卡尔丁回家了，这上路只能我来守，不能塔平了。打着打着我成上单了，服了。来了，大招你一下 W 近战 QA 得。盲僧怎么在这儿？他在上。现在再把鞋除了，我这鞋正。我们前面叠攻击力是为了我们一个 W 可以清兵七级的时候。180的攻击力，你没有小兵缺气也可以清兵。无处可藏。你真别乱搞啊，卡尔丁！妈选个卡尔丁上路就一直来抢我线，我真的不想去上路，兄弟们，我是被迫的。前面就换了一波线，后面全换了，我操！游走于刀尖。后面有很多波不应该换的。路是不是 miss 了？路真是可恶！他们活不长了。没事没事，也行吧，这样。磨刀石，那卡丁也挺难打远的。哦，标先亮了，人死没死啊？到底？
哇，我还得买破盾啊，怎么感觉打他？一刀，啊，拉回来啊，是吧？杀快点，还有助攻，看来是没了。这就是我不想再上路的原因，主要上路没有地方我能翻墙，我少了一个技能，哎，人晕了。要有墙的话，我可以拉扯他一下。应该能杀，辅助跑不了。又是一具阴沟里的尸体。Nice， 我的发育很好的，十七分钟168，刚才那波没死，我应该180刀。对，首先是上路没有墙，第二是我出的魔杠，但我们还是差点赢了。哎呀，你怎么还骂对面中单啊，哥？没道理啊！你的愚忠对我来说，好磨刀白出了感觉。这一滴不要越他，越他的想法不要有，他那个电风扇我也不出被动。这把刀杀他可以，但得带塔外。大龙啊，哥，不要挑着这个时间啊，快走！我操，基地在冒烟，兄弟。这还好，大龙没掉，兄弟。这要是一千各种大人头死了，大龙加上大龙，哎，大龙还是要掉吗？难道还是要掉，兄弟？远很多，别着急。双杀，拉扯拉扯 ，W 一下，快动发一下 ，Nice， 大龙回一身，啊，主播纯在拉扯，五个助攻。破釜沉舟了呀，对面他没办法，他这波不打翻不了了。后面我们刚才这边是有人浪了，这砍影正常，如果等他大招有的话挺难死的。我们打出的一波是砍影大招，正好在 CD， 他们这波强行打大龙也能理解，但我觉得这一波打完该点了。真该点了，没机会了。
没带拉扯，没带拉扯，他们三四个人抓我，我怎么没死？你说啥呢？别尬黑啊！我只记得我刚才身上，我面前四个人。游走于刀剑之上。击飞的那一刻，他放不出血石，我们这个时候 W 闪 QRA， 比较伤神。怎么 S 了？